为各位演个东西好了，这三个骰子，帮我挑一个骰子起来，红色，帮我一个嘛，其他两个是不要的，我没有强迫你，好对吧？我要红色，好吧，盖子。红色，你先想一个点数，想好之后呢，就把它盖在桌上，然后自己稍微看一下，不要让我看到，也不要让其他人看到，不要让其他人看到，只有他知道是是，自己看，你有看了吗？好，自己看起来好。对啊，我会问你六个问题，但是你都不要跟我讲，好，就你都跟我讲说不是，好，你刚刚选到是一点吗？不是，两点吗？不是，三点？不是，四点？不是，五点？不是，六点？不是。从你刚刚的说话状态，我觉得有一个点数蛮特别的，你选的不会是一个特别小的点数，依照你的个性，你一定选一个特别大的点数，所以你选到的点数应该会是一个六点，大家看一下。好，帮我找他来，帮我找那个朋友来。好，重点。开个玩笑。演一个魔术给你看，演一个魔术给你看。好，这边有一个骰子，你放一个吗？临时找的人。你放一个吗？选一个你喜欢的点数，然后把它盖在桌上，然后不要让我看到，也不要让其他人看到，你就盖在桌上，盖着就可以，然后自己稍微看一下。一定要选的吗？还是对对对，就心里想的也可以，也可以，凭着骰的也可以，用都可以，不骰都可以。但是骰的话，有可能会没有看到。只有你自己看到，只有你自己知道，大家都知道。所以弄完之后，你摆好之后，你就自己再稍微看一下，然后看好就说哦，看好了，看好了吗？好，看了我眼睛。等一下会有六个点数嘛？我会问你六个问题，你都回答我不是。你刚才选到的是一点吗？不是，两点。不是三点，四点，不是五点，所以你刚才自己选一个点数，你刚才桌上，然后自己稍微看了一下，没错吧？你刚才有个点数是特别值的，我觉得你刚才选到点数应该是两点。哦，好，好，对对对，重点重点还可以吗？还可以吗？你可能会觉得说，因为你刚才自己选嘛，你可能自己筛啊干嘛之类的。这一次呢，你帮我一个忙，我这边有三颗骰子，你帮我筛完三颗骰子之后呢，就把它盖起来。你不要看你选筛，你不要看你筛的点数是多少，筛完之后你就把它盖在桌上。盖完了吗？好，稍微看一下，好了吗？看着眼睛。我觉得你刚才骰到的点数呢，应该有红色是不是三点？三点。白色跟蓝色两个点数加起来是十，对吧？一个是四点，一个是六点，打开看。四六三四六。但重点来了，我们再玩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好了。我这边呢，我这边准备一个计算机。我等一下呢，你现在心里想三个不同的点数，然后想好之后呢，但是这三个点数不能重复哦，可以吗？想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想好。我会先把它打出来，三个点数是不同重复的。好，把你刚才想的点数分别的把它放过去。你想是哪三个点数？转到刚想。转到你刚才想的点数。我跟豆，我损，153、315、513之类嘛，对吧？我输了三个点数，对吧？嗯。我现在问你最后一个问题，要不要换掉其中一个点数？要不要换？想不想换？凭你的感觉。好，换了，是你自己决定换。你换成115嘛，反正就是511或115。我一开始输了三个点数，我知道你会换到一个点数，因为最后我们这边会是5.1。重点，你可能会觉得说啊，我是不是有作弊之类？我昨天有拍了一张照片，昨天下午4:30的时候，这三个点数呢，红色是一点，白色是一点，而且时间看一下，昨天拍的。谢谢。